们的鱼。这一次的海豚皮靴是以它的速度也随风看，可以达到每下四个海力。好，我的上期的任务也是一张 PC 海的腿全系到了系列新手中。接下来海豚宝贝加入他们的训练区，欣赏奇异的互动，来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。好，可以看到海豚宝贝其实像是前期加入信仰区小周，这也是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一起超过九个小时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海豚宝贝们是如何表达对信仰区的爱呢？摇摇晃晃的样子，特别像一只憨态可掬的企鹅，真的是很可爱的。好了，谢谢呢，我还是一些身体也非常的柔软。那看完思想表演，就是这个。